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去整理仓库，在货架最下面居然发现一盘多肉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应该是三月底我整仓库那次忘在那儿了。里面加底土，然后一颗一颗的给它种进去就行了。我们把胖一点的放在后边，一会儿把稍微瘦一点的放在前面。这里种完以后，这个根一定要压得紧一点。接着前面种一颗瘦的，下面排着队往后种就可以了。我去，到底还是扎了一下。大家要是搞这个，千万千万不能激动，心情一定要平和。用手扶也可以，由着那个刺的劲儿，也不会被扎。好，种好了，然后再添一点土，这个土不要添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赤玉土铺面，把中间的缝里也填上。然后把土打湿，这个不用浇的太湿，因为我们底土是半湿的。花上面也给它喷一点水。插一个路牌，插一个路灯，做一条路。这个就完成了。来，现在我们把送给邻居这两盆种一下。这个就很简单了，直接用镊子固定好中间的位置，填土就可以了。上面再加一点赤玉土铺面。
吃玉兔打湿就 OK 了。这还挺可爱的。来整理一下桌面，剩下的就简单了，因为它不扎手了。我先把花拿出来，然后在盒子里面放底土。我们把这两颗大的放在最后面，当后景。在最右边放两个稍微矮一些的，剩下的就随缘放啦。这个小家伙特别的可怜，本来就剩一点了，而且剩下的一点还是被我给压断了。但是我怎么看起来像阿迪的标志呢？这也太像了吧。